上架，封上架。自己当兵开车直播，我还想说，我本来想说，如果是我开车直播的话，你就会听英文，学英文，然后就，但是好像很危险的，听英文好像会睡着。他们后面有五支兵旗，他们有五支的兵旗啊。森林鱿鱼是对，就整只的、啊。森林鱿鱼是整只，但是你看今年价格多少，我不知道。三只五只300还是6只300？
我看五至三百还是六至三百，但是他现在在后面切的。人家为什么放假？因为他放假。啊？因为他放假。什么活动？比赛啊。放多久？一个礼拜。对啊。一个礼拜。今天有怕跑啊？那个阿哥，你可以等一下帮你问。今天，冷冻的套梯，但是鱿鱼圈，套梯圈好像比较少，大部分是鱿鱼圈跟花枝条。这个是扇贝，这个是扇贝。扇贝。啊？扇贝。扇贝。我看你开，我特别看你开，我感觉你要直接吃个。靠呀！我嘛是知影啥物会食哦。他应该袂食啦。伊袂食的啦。你应该是问冷冻的鱿鱼圈吧？冷冻的套丢圈比较少。套丢大部分都是整只卖，或是做冰卷。你们看一下。这么便宜啊！今天大闸蟹一只300块，三只1000块。这个大小大概是我们看一下几两？还不看下去？对，鱿鱼圈是100-100。又早安，又早安。早中早，我决定找回那个健身的生活了。没有健身真的是。感觉没有什么重心，我生活的重心是以健身为主，健身去延伸其他的事情，健身完以后去做工作的事情，工作完以后再娱乐。昨天我又去续约啦，我又去我的小健身房续约一年，一个月600块。我去的健身房是小健身房，一个月600块。
看一下有没有在点什么。还有，你最近之前我因为我跟你们讲我有买美元，但是我跟你们讲，我美元在上礼拜已经卖掉了，所以我有讲的话，我就要跟你们讲我有卖掉，免得有人不小心跟我的话在里面。然后呢，我直接跟你们讲哦，我有卖掉，我有卖掉。然后接下来是等，等，等。等，因为美元休息以后就换股市涨了。为人早，会会早，但是这个是轮流的，这是轮流的。你说美元会落很久吗？也不会，说不定到11月13号，是这个礼拜吗？CPI 在公布以后，10月10号吗 ？CPI 在公布以后，美元又回来了，也不一定啊。我们只是判断，因为美元有，美元我拿10%啦，我拿10%的获利，那你说我投多少？不可以讲我投多少，不可以。我有10%啦，我拿10%。最近这个礼拜应该股票都会涨，因为台积电在涨，会不会用不到？台积电会在涨，所以股票就会涨。所以最近这个礼拜电子股比较好，最近这个电子股会涨到你了吗？啊，不可能吧？怎么会涨？你要两包鱿鱼圈，200鱿鱼花。我问一下有没有鱿鱼圈？今天有鱿鱼圈吗？有啊，有哈。好，那微不足道，你两包鱿鱼圈，200鱿鱼花 ，OK？ 有鲑鱼头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鲑鱼头，你也知道哦，你怎样哈？确定哦？确定没有鲑鱼头？没有。魏真早，怎么的爽？怎么的如果要不不能爽？
沙。我买下什么？这个是扇贝肉，这个是扇贝肉。这个是扇贝肉，这不是蛤蜊肉，这是扇贝哦。有帽子啊？跟你越少。你知道它是怎么卖吗？这个？这四百。一包两百。啊，这两包。好。扇贝肉这个一包两百，一包两百，我看一下几公斤哦。后面没有写。一包六百克，一斤，一包一斤重，一包一斤重，一包六百克，一包一斤的两百块，扇贝。我包一盒卖扇贝两百 ，OK。那个鱿鱼圈两包两百，鱿鱼花两百，扇贝两百。这个是啊。对。对。鱿鱼。放一个两个。对啊。鱿鱼圈两百，鱿鱼花两百，这个有。放六圈。套超圈，套超吗？对，套超圈。是鱿鱼圈还是套超？应该是套超啦。套。应该是有。套超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都不知道套超好不好？套超，你刚才是问套超圈。这个两包三百。这个两包三百，鱿鱼圈是一包一百，这个套超比较贵，这是两包三百。两包三百要不要？温蒂达，这是两包三百的。他们那么窄，还不会把那两包三百买的整个？等一下 ，OK， 两包三百。两包了。对。OK， 那这个就是透抽签，两包三百。那所以你是三百、两百、两百，总共七百。超大只的箱，两包，还有大包这个，然后两百克。好，再见。父王问早，欢迎早。
真是。